人来的不少啊，是多热闹。哎，说相声还有那唱快板的。对呀、啊、刚才这个演员我认识，您熟啊？李菁。对，唱快板的，唱得好。好啊。嗯，这是北京丐帮的少帮主啊。还是要饭的。这个演员更了不起。您说我呀？有人熟悉，有人不熟悉。那您介绍，于谦。哎，我的名字，对吗？对对对对，于谦，于谦。哎，对，叫俗了，叫于谦。了不得呀？没有什么，啊，没有什么。咱说说良心话啊。嗯嗯，我很崇拜您。哎呦，您可别介，真的啊？不至于。好多说相声没什么文化，嗯，幼儿失学。对，于先生不一样。我学过几年书，经纶满腹，谈不上，谈不上，一股子书卷气，啊，念过几年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。您这样的撑得起是？嗯，吃屎分子。哎，吃屎分子不像话，知道吗？吃什么？是什么？吃什么呀？怎么着？你怎么说？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。哎。瞧人家说话啊啊，这兔子多真呢。嗨，您这嘴里也不怎么样啊。土字真，土字真。哎，好啊，好，为人勤奋好学，不恭谨谦和啊，优点实在是太多了。没有您说的那么好，要没这些优点，嗯，您跟兔子赛跑你赢不了。话我越听越别扭啊！有一个成语吗？啊，成语，行语，英语，呵，成语，成语，啊，你兔赛跑，你兔赛跑，你兔赛跑，鱼兔赛跑，没有，谦兔赛跑，你知道非拿我那名字找是怎么着？都是那江洋哲的吗？你看我还非得给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，有反赛跑，赛跑，龟兔赛跑。对对对对对，龟兔赛跑。哎，说明人厚道谦虚啊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您这甭说了，说相声说得好。没有，不光说相声。嗯，我看过你演电视剧啊。承认吗？演过几个戏？你实话实说啊。是是，有吗？有有有。这是捧吗？啊，我们这是捧吗？啊，大伙都看过啊，电视剧。嗯，净有于谦演的，演了几个《西游记》，演过猪八戒，《西游记后传》演过猪八戒，《大话西游》演过猪八戒，《齐天大圣》演过猪八戒。我净演猪八戒呀、啊啊！我没演过别的。和尚导演太聪明，他怎么能看出来你适合演猪八戒呢？呵，我这把导演给掐死我。别的戏您也演过，我瞧见过。可不是演过吗？雷雨，哎，巨著啊，雷雨。我演谁？演雷雨。这雷雨怎么演啊？一有下雨的戏，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。我是那巨物啊。还演过什么呀？这叫演戏吗？天下无贼。哎，这戏我上了，正放这会儿。对对对对、啊，要没有你，啊，连那导演冯小刚都得饿死。咱制片人送盒饭呢。哎，去，夸我呢吗？你这是，他连送盒饭都认识，我是这意思。这甭提这认识人多了，这些年说相声的出去演戏的可不少，可不吗？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后台有一邢文昭，邢先生今儿没来啊？嗯嗯，我听他们说演电视剧去了。哦，邢先生出去拍戏去了。出去拍戏去了。是吗？西安，上西安拍戏去了。哦，西影吗？啊，就是什么戏？我想叫那个戏叫寡妇。邢先生演男一号。哎，等会儿吧，你算吧。不，我别算了。嗯，我先跟你说说吧。嗯，寡妇啊，邢先生演男一号。对，演死鬼啊。不是，他其中有一个画面，那寡妇想他年轻时丈夫回忆，嗯，也邢先生那脑袋就出来了。哎，嗨，不怎么样，这甭提了。还有徐德亮，哦，徐，你们后台说相声，徐啊，我知道，上礼拜没来，嗯，拍戏去了，也拍戏去了，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，青影的，这个戏叫磨，什么磨？磨磨磨豆腐那磨，上下两盘石头磨，哦，
叫墨是吧？德亮演男一号。啊啊啊！男一号拉着墨走遍世界。这位别说相声就露脸。这戏演着苦啊，还得套一驴形。哎，不要瞎说，这个是跟朝鲜联合拍的，这跟哪儿也是驴啊，翻译成外语叫马户传奇。嗨，还没离开这驴。嗯，好啊。哎，还有你们那相声那老艺术家谁？范振钰。范先生还拍戏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哟，也说相声，也说相声，对，也演戏。我这演戏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可不嘛，你们都干这个你不知道？我没听说呀。拍戏去了。拍什么戏了？张艺谋的一个新作。哦，叫什么来着？你看这里边挂新拍的这片子，叫全名叫《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十万火急惨案恩仇记》。这名太长了，这个故事情节很好啊。怎么个故事情节？一个浪荡公子叫张二狗，哦，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偷。嗯，他父亲说了，他不听，把他父亲杀了。哟，杀完之后，死尸之上浇上汽油，一把火烧了。哎呦，把人烧成了黑炭，够狠。装一小棺材里，嗯，野外刨一坑，全埋了。你瞧瞧，只指望逍遥法外。40年之后，这个案子破了。哦，开棺验尸，打了一瞧，没错，这是你爸爸。本人枪毙，给父亲偿命。这故事不错呀。范先生就演这戏去了。演谁呀？演这父亲。前边那父亲是我们老艺术家李冰演的。哎呦，好，范先生演后边开棺验尸那父亲。都烂了那玩意儿。是他跟那碳 AB 角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行了行了，就甭 AB 角了。多好啊，这恶心了都。我看见你们这么蓬勃发展演出，我打心里说句良心话，我是非常高兴。您看着我们好，我愿意咱们这个艺术界啊都是这么红。哎，先生坐错地方了啊，坐错地方，在家上炕上惯了啊，到这儿就算了。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演员。您啊，您什么演员？我是一个戏曲演员。戏曲演员呢？哦，你哪儿说理去？我是一个戏曲演员。戏曲演员怎么丧大脸呢？真的？你不信？我什么不是不信？你不知道？我没听说。说相声的都爱看戏啊？我们离不开戏啊。对啊。京剧、评戏、梆子，这乱七八糟的。对对，是不是乱七八糟的？您这一说，你说的这都是大陆的这些剧种。那么您呢？我们这剧种现如今都很濒危。您是唱哪个的？高腔。高腔啊！高腔。哎呦，那好听啊！戏曲里面的活化石啊。对对，年头不久了啊。嗯，过去讲究南昆北弋东。西方时间太长了，一调高腔。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方面的专业的人士。哦，专业唱高腔的。但是我现在也是很无奈。你有什么痛苦啊？众所周知，嗯，京剧现在都很没落，对，何况高腔呢？受众比较少，全国来说，嗯，你说找唱高腔的，找听过高腔的，嗯，都很少。对对对，凤毛麟角，太少了。眼看着高腔就要彻底灭亡了，没有继承人了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说句良心话，嗯嗯嗯，尤其处在我这个位置上，嗯，我深深的热爱我的高腔艺术，太喜欢了。如果灭绝了，说句良心话，嗯嗯，对我是个打击，对谁收拾是一惨痛。有时候坐在自己家里边，一想起来这个，就觉得这屋里边都装不开我。出了门，走在小区的石板路上，嗯，一边走一边叹气，心爱的艺术没有人喜欢了，还挺惨。天上阴沉沉的，刮过一阵小风来，嗯，飘了一阵小雨，落在我的脸上。你看，伸舌头舔一舔这个雨啊，嗯，又苦又咸，和我这会儿的心情相似。对比，抬头望去，嗯，二楼那孩子别发尿啊！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二楼那孩子拿您当尿盆了吧？我说那边都没湿呢。啊，就这一块儿。啊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是？这什么欺负人？您走这地方。哎，知道有一个北京高腔艺术研究会吗？哎，我认识里边几个人。我就是在这个单位坐台。哎，坐台？我坐在台上讲课。
吓我一跳。坐在台上讲课，您上那儿讲课去？我从上周四，不是，上周三开始，哦，我就已经是中国高腔的艺术家了。这日子算的还够细的，这是国家承认的啊，高腔。很遗憾，没有知音。没有知音啊！这不您说话好好说，您知道？这您就找不着知音了。这说良心话呀，我们这些个高跷演员们啊，没不真的，不怎么您换曲种了不成？嘿，高腔是高跷啊，您怎么着？高什么？高跷？我知是什么？您到底唱什么的呀？我开始说的什么？高腔啊！那就是高腔。哎。一点谱没有呢，高腔。不是您会，你真会唱吗？哎，这个不对啊！啊，你这个表情好像你很不相信。不是我不相信，您这高腔高跷的，您这怎么？我从事这门艺术很长时间了。是吗？哎呀，小鬼啊，你是不知道啊。哪儿呢？就管我叫小鬼啊？我们家这是祖传有这门手艺，知道吗？高腔手艺，高腔不是您怎么着？这么着吧，啊，怎么着？您不是会唱吗？啊，这么着，我呀。就是碰对了人了啊！我也喜欢高腔，平时呢也爱听，也爱唱，有时候拿这过过瘾什么的。今天您要是专业的高腔演员啊，咱们俩唱一出，我也过过瘾。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啊，哎，大约是4岁左右的时候，没，这不有一天我爸爸说，你还一闷儿，你爸爸别，你爸爸在这儿呢，你哎。扯那边去了，看这边怎么着？什么事儿？刚跟您说嘛，您我这挺崇拜您，想跟您合作唱一出戏，我过过瘾，不挺好事吗？您提你爸爸提出来。哦，你跟我唱一出，行吗？您看，我是没有问题啊。而且来说，你要是有人愿意一块从事这个艺术，我是很高兴的。我喜欢这个是吧？我太喜欢。你肯定有不会的吧？是吧？那是啊，肯定是有。行，以后有时间咱们可以多切磋。好，你想当初我爷爷交给我爸爸，我爸爸交给我，我有权利交给你，是吧？您这拿我当传辈儿了，这不成啊？不能，我就跟您合作一出戏，没那么大不是，知道吗？不能让高腔艺术灭绝下去。不是，我先问问您吧。啊，您唱戏的时候踩不踩那棍儿吧？这还真问住了啊！我印象中，我幼年的时候，有一年春节，我爷爷演出时候踩过啊，好多人一块儿踩，好像是。后来传给我父亲了，就哎，你父亲又给了我了，哎，我再传给你，别给我了，别给我了啊！您这不怎么样，倒是怎么不对？说清楚了，高腔啊，高腔是定准了，就台上唱的那个，咱们唱一出高腔，没错，我印象很深嘛，高腔嘛。台上载歌载舞是吧？行了，啊，大身上就不用了，一唱唱一出行不行吧？我没问题，我怕你不行，你会吗？我嗨，谈不到会，你会几万出？你说说，几万出？这高腔有那么多出戏吗？我没有那么多啊，我是业余爱好，你会多少？我嗨，什么多少？就会一出，就会一出。哎，对，哎呀，你这给的少，你这会一出，一出会什么？斗公训女。行吗？就唱这个吧。斗公训你，这不是训我，训谁？跟我没关系啊。训谁？训女。训女啊？对啊。行，来吧，来吧，开吧，来，开始，来，快，快，快，来，来吧，放下，怎么着？唱啊，真行吗？真行吗？你说这个人呢，小鬼，你不能这样。不行，往那边。我艺术家已经一周了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开始吧，兄弟。没问题，快点，快，我等不了了，快点，那不是啊？快说，快唱，我等不了了，快点。这个艺术家怎么那么闹得慌呢？这个是啊，要不然我们这玩意儿都失传了呢，是吧？那咱得分活啊，是当然你唱什么我唱什么，是吧？还得分出来啊，是吧？现在这艺术家都添毛病了，艺术家也是人嘛，但是您跟一般人添的毛病不一样，是吧？对，谢谢啊，分分活，大活，谢谢啊，没唱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这是没唱就这么爱听，这都乱七八糟的，你还至于灭绝得了？来，谁唱呢？说怎么着，到底怎么着？快分活，
啊，行，你啊，你来多少斤，我来多少斤。您说那是分家啊？不是，怎么分活？分活？是你，你去哪个，我去哪个，是吧？分群嘛，这、啊、把这帘还拉上吗？啊，我不用拉俩，咱不要。行，你说你来谁？你来哪个？啊、你快说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斗公，我斗母，我斗蛐蛐，我斗油葫芦，我斗老头，我斗老婆，我斗大胖小子，我斗大黑娘们儿。去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这这怎么还对对联儿？这里头哪有对对联啊？你说的这怎么回事？哪有对对联啊？不是，你别，你别着急，你斗公斗员外，您怎么了？您这是员外啊？可不员外吗？员外就是那老头啊，电视剧有那个，是吧？你来，你电视剧不，你不分吗？分吗？你来这个斗公斗员外，你演员外啊？我呢？您啊？我来哪个？您演鞍人啊？我来鞍鹑吧。啊，您来一母鸡怎么样？母鸡像话吗？鞍鹑干嘛呀？不斗吗？斗鞍鹑吗？鞍掐鞍鹑啊？怎么着？咋呀？鞍人，鞍人啊，斗员外的老伴儿。哦。夫人啊，你别跟我说行话啊，你别跟我说行话啊，我最讨厌这个吊坎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安人是吊坎啊，这个你就跟我好好说说人话，我听得懂，知道吗？这叫人话啊，这叫人话。我老安人，我来这老安人，老安人，你来这员外是吧？对对对、啊、然后呢还怎么着、啊、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一老院子呢。老院子啊，这还有抗日的戏。老院子怎么抗日的戏？老院子吗？不是老院子啊，老院子里边抗日，啊，抗日，老家人，老家人，啊，村里来的，游击队的事儿，是吧？老家来人了是吧？你说呢？不是，怎么着？来人没来人？老管家，管啊、哦、啊哈！怎么解释都不管家，可不管家吗？你这个我跟外行有的时候就没法打交道，你知道吗？这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别这么嬉皮笑脸的，怎么样？啊，对，我也是愿意跟你这老家人啊啊，知道不知道？谁来？我来啊，你来啊，我来俩。您感觉呢？嚯，听您啊，我给的多啊，我来俩，我来俩。啊，行啊，行，那唱吧，开始吧，开始。哪儿？怎么着？好，咱把桌子往后搭搭。哎，搭的这个，搭的桌子。哦，分出前后台来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吧。对对，桌子前面呢，就算前台了。那桌子后头呢？就是后台。哦，分出前后台了是吧？对，分出前后台了。就站这儿，你站这儿，我站这边。别这样啊，咱们现在归后台，归后台，归后台，好吧？那这个，行行行吧。还有什么？我得搬把椅子去，还得坐着呢。哎，这咱得坐着。哎，好嘞，那搬把椅子，搬椅子啊。哎，我还得来。我也留把椅子。哎，对。歇腰，我这歇腿儿，是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俩坐着这配套吗？这玩意儿，没事，我就看惯就行了，是吧？我来这夫人是吧？哎，夫人，你把你的头套借我。我这是头套，我这哪儿给我说莽着了，差点摘去。我看着有松紧带似的。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那我这脑袋不像个夫人呢。这得办吧。啊，哎呀，今天很高兴能跟你这个外行一块儿合作啊！别客气了，这说着话稀里糊涂的，咱真会唱不会唱，咱跟他合作一下，咱就知道了，对吧？这要真会唱，我也学两首。不跟您说，我就好着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。哎，啊。别在前台晃了，后头去吧。行啊，归后台，后边，后边，好。哎，啊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，真的啊，啊，你都准备好了，来吧。行嘞。行啊。这动手这不行啊，这个还是踩高跷的呀。不是，这不唱
唱戏吗？唱什么戏呀、啊？啊，这是高腔吗？这不出来吗？这腔不低了，这个、啊，这都快上不去了，这调门你知道吗？不是高低的啊，您这怎么改二人转了？您啊，先来段二人转，刺激刺激大伙儿。用不着，不要啊，用不着，不要是吧？直接唱高腔。你不要，你早说呀，是不是？这还用说呀？这吉吉风打的怎么样？讲。用不着，用不着吉吉风，那也不能干出来呀、啊。干出来干嘛呀？怎么着？您不是艺术家，您好几天了，您对对，您懂这个？是我懂，你懂吗？别的不懂，这点我能知道。你说我听听，高腔加过点没这么场面，没这么复杂，怎么的？就一个锣啊，一挠还得挠啊，狗啊，不是你回家挠门去吧？你说的怎么着？这一锣。动切动切，就您这怎么还动切动切锣？动切锣，动切锣，您懂不懂啊？懂，怎么打多少？几百下，快说。几百下，你说，你看多少合适？后台的锣还要来多少？来，你说你来多少吧？你来多少？这三磅半，三磅半啊？对，一磅十二两，三磅半。行，好几斤了啊！啊，干嘛卖肉呢？不是，三磅卖肉呢。冬切，这冬切，这冬切算一磅，冬切算一磅，对，三磅半，三磅半。来来来，行吧，跟外行找点急是吧？冬切，不切，半磅不给切啊！半磅不切呀、啊，买二两也得卖啊！到底卖不？你说不卖人家？怎么不卖呀、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不切你嚷什么呀你？不给切吗？不是，给切不给切到底？什么给切不给切？这行，你甭着急了，小鬼啊你！行了，真着急的在这儿呢，知道吗？行，哎呀，怎么着？到这儿就完了是吧？这不是把动切动就完了，没有切了。哦，再来，行，你我看你还行。动切，动，朝来长我去。捧你呀！你捧我干嘛呀？嘿呦，大伙儿知道你原来是演猪八戒的，现在唱这个了，你甭跟我嚷这半了，你捧呵，大伙儿爱看你啊！这说这干嘛？不要这个，不是不要，你得唱啊！哎呀，太谦虚了，这个人啊！行，我谦虚，你得唱，不要叫好啊！你也得念引子哦，我引子，引子啊！你也得念引子，你说完那句，我说引子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啊，行，引子，不是有点喊我行不行？没有。啊，没有电影呢，因为跟你合作这个戏跟戏之间它是不一样的，就这点小障碍过去之后就一马平川来。这里还有歌儿，你这是动切银子啊，动切动，朝来长我去永活活白糖，俩枣，三片姜，等会儿吧，一个石破浪，药引子呀，吃错药了你，麻将火白糖都上来了，你们大伙儿亲眼听见的啊，对吧？都亲耳朵瞧见了，对吧？您现在这真是吃错药了，知道吗？他告诉我引子，我说错了吗？您说错了啊，不是药引子，什么引子？戏引子，开场那引子。我这不粗，这个不是粗戏的戏 啊，怎么着？戏里边这开场那引子，你会不会吧？你看，嘿，我这学多少年了？这就是开始，我没跟你说戏啊，才有这点小障碍啊。障碍一过去，就一马平川。行，不一人一句嘛，我就等您这一马平川的，好吧？不一人一句嘛，一人一句。你这是你们新改的，
我们老词儿有，我们有传统剧目，我们那个引子，我们不是这个词儿，我们有俩人一人一句，对吗？一人一句啊，就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是好呀真遗憾。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吗？不是您这引子您怎么意思？你说你啊，没有那不到，你说的什么？你说朝来长河起永鹤，你猜我什么词儿？你猜，你未必猜得着啊，丢人现世的玩意儿。你知道这戏我唱，我能不来这趟？你绝对不知道我什么词儿，你知道？闲人堂前列绮罗，这怎么了？这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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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儿？再说一遍，还没听明白是怎么着？不是你，我得看跟我那个一样不一样？你说，跟你落上面的肯定不一样。不是你，闲人堂前列绮罗什么意思？闲人堂前列绮罗，闲人堂前列绮罗，现背。行了，怎么意思？行了，有了，哎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就这一句，但你的字儿咬得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啊啊，您咬清楚点。没事，来，这回行，哎，这回行，啊，我横你知道吗？小鬼知道吗？我来吧。横特动切，动切，动切，动，朝来嫦娥起永鹤。麻将那个。闲人堂前列绮罗，哦哦哦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听惯了就行小障碍，小障碍一过去就一马平川，活动，这老一马平川，你倒说呀！是来开始，开始来，什么是做什么？你知道那词儿啊？别人笑话你，别人笑话。大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啊，你我的女儿么？啊，此事说来话长了。想当初后汉三国年间，有一位莽撞人，哎，自桃园结义来打野行令名。行了，这长啊，这词儿可长。我知道长，这最长这段奔趟子去了还不长，啊，这段大，这大，这我知道你不是这用得着吗？你怎么着？你说什么意思？气得我胡说八道的。你说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意思？你这不是，这不对词吗？对词您倒说词啊。我一直没闲着，我嘴闲着了吗？对吧？闲着了吗？说的闲白不？你说怎么着？你问我是吧？啊，这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您得说正词儿啊！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啊，这比刚才那长，比那还长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来报。行了，行不行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不是您这老差不多可不是？哎呦，你怎么糊涂？障碍过去就一马平。那边，再说这套我抽你！我告诉你，这手不得。夫人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啊，院子来报。来了，来了，不在。
会儿就来。干嘛？加班呢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加班呢？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？院子上啊，他没来啊。没来你赶啊，咱说好分包赶角，您赶院子。我来这个就这儿，您赶角应该上了，不得挖个。您这别那么嬉皮笑脸的，我不习惯这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是院子啊，院子啊、哦、这里边还您那八号老爷您得叫我。我、哦、来院子啊，还得有身上、啊、一会儿还赶不赶房子吧。房子还赶不赶？赶房子干嘛呀？院子都来了，房子怎么着？您怎么还院子老家人管家？刚才解释半天不明白。不是我这哦啊，说管家是吧？啊，说话不说话？说话呀，有说话的是吧？说话呀啊，那个什么那个这个院子这个这好几种呢，还有一种是那不说话的，还有一个那残疾的那样的那，您哪种的？不是您打手学的这东西也够杂的是吧？不是这出来怎么着还比划不比划看看？说话是没有那么多，不有没有那么多，就这儿就出来啊？没有，有点身上大身上，到时候您这单腿给我一跪，还有大身上呢？大身上啊？大身上啊？啊，就行了，我文武代打，真的，你来来你就知道，我文武代打，真的，都行啊。来来来，你看，你不信我是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院子来报。哎，好，这就来了。赶这个，你等着，我这好着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演什么戏？他是很认真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演什么戏？怎么了？你不告诉大身上吗？大身上让您折跟头啊！这一会儿这一马平川吗？啊！您这还平得了吗？您这个不是怎么着？有这没这个？没这个。您单腿一跪，叫我老爷抱就完了嘛？你这进来叫老爷就完了？可不是嘛？你这是改编本的，你这是改编本的，是吧？没有改编本。你握着，你握着这个来。没棒槌来这玩意儿啊！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。对，单听院子一报。院子来报，院子来报。报，老爷，我的太太哟，嘿。行了，老爷，嘿，等着。新社会了 啊，要饭的身份都涨了啊！站起来吧，别跪着了，这好不好？干嘛勒砖呢？你告诉我进门喊老爷，喊老爷你哪有太太？说这不说？不说，不说。对，那我今天干嘛来的呢？您就报啊！报！我问你怎么回事，你再告诉我呀。说这个、哦、这个小姐和石姑爷后花园散了分，您会不会？我会，不就说有事吗？是不是？会。行啊，有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来走。啊，夫人，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单听院子一报啊。院子来报。哦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嗯，起来讲话。是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怎么回事？印度尼西亚发生海啸了。提这干嘛呀？那些个人呢？不行啊！提这干嘛呀？这事儿还小吗？不，这事儿是不小，跟这儿提不着。不提这个，不提这个。那说什么来着？刚才不是告诉您了吗？没记住啊？什么来？哎，我这你说，这我家小姐和石姑爷在后花园洒泪分别，就这么一句。这你都快累死我了，你快急死我了。来，跟外行没法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院子来报。哦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起来讲话。昨晚三更时分，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后花园洒泪分别。哇，把我媳妇拐跑了？你说的？这什么戏呀？这？那你说拐谁媳妇？你说吧，拐谁媳妇？你说我去拐去啊？小姐和石姑爷，哦，洒泪分别。哦，小姐，对，哎呀，你都快累死我了，你都快，我告诉你，太麻烦了。我这弄一脑袋汗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看来我这先坐歇会儿吧。哎。
听园子一报。园子来报。好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起来讲话。昨晚三更，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去者。啊！让我家。欺负人不行，打人干什么的？有事说事，瞪眼不行，瞪什么眼？我是专家，你专家啥？我你为我怎么着？给你说戏，你错了得承认，这就别有错误不承认，小子跟日本人似的。这是挨日本人什么事？你过来吧，过来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怎么意思？你有事说事，你别瞪眼，我不受这个。告诉你，你大爷哪哪都唱戏，知道吗？你是院子，你是奴才，我是老爷，我是你爸爸。呵。欺负人不行，不不，这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，知道吗？真的啊，就您这模都踩着棍儿演了，还严谨呢，您这是让我心里很不宣的。您也消消气儿，您也消气儿，这不可妖性啊！我跟您说吧，我跟您说啊，哎，等会儿吧，你怎么着？哎，我细跟您说说啊，那你说，咱俩演戏，斗公训女，对，我演。这个老的这个老爷啊，你给我舌头都不利索，你看废话，这么半天一句戏没唱呢，净招我生气了，是不是？我演老爷，我呢，你演安人，然后您赶老院子，您不是演那院子吗？怎么了您这是？哦，我给忘了，忘，您老忘，您台上怎么办呀？我不要紧的，哦，我是院子啊，你瞪眼是跟我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您我是你老爷啊，您怎么，我是你老爷，然后我一瞪眼你就得害怕，我得害怕，你害怕就哆嗦，哎，哆嗦，哎，这地方您可得卖卖卖啊，这得卖卖，您专业呀，是是是，哎，您哆嗦，您看您这身上啊，然后就好像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，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，看您这表演，这就瞧我的了，行不行？咱打头来，就精彩在这儿，没问题，咱来吧，你今儿算来着了，那就瞧您这个，没问题，从头来，从头来，站不住了都，太累了这玩意儿，哎，你瞪眼我就哆嗦哈。你什么时候瞪眼？上去就瞪，上去就好。等等，你哆嗦不哆嗦？还出得去？你说你不哆嗦是？我哆嗦什么呀？好，来，开始走。哎，唱戏是个体力活。哎，你还有话没有？哎，没事了。太累死我了。等等，冬切冬切冬切冬。哎，朝来嫦娥起拥火。酸的味儿，啊，夫人，哎，老爷，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，但听园子报来，园子来报，报，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，起来讲话。是，启禀老爷，昨晚三更时分，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去也者。地铺呢，我去你的吧。谢谢吧啊。啊，好几个大老爷们喊爱于老师。哦，谢谢，受累了啊。就没有一个女的说喜欢我的是吧？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谢谢吧啊，天也不好， 嗯，大伙儿还能四面八方赶到这儿来听相声，不容易，好几千人啊，可见你们是多爱听相声 啊，喜欢嘛，谢谢吧，嗯，刚才是刘鹤春和刘哲，对，这叫杨乃武写状，是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我们哥俩跟大伙儿聊一聊，哎，其实都熟悉，嗯，郭德纲，嗯，吕斌，啊，我们两个人在这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不，哎，就哎，嗨，别说废话，把晚饭说出来。我们两个人从2005年哪儿？您给我证实一下。对不起，说话嘴里不清楚啊。吕斌，哎呵，
因为我们从200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。没听说过您。不是，咱不能瞎说，就是不合适，都这个岁数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今年是43，43了。嗯，我比我，哎呦，你真比我大20岁啊。这个，你先等会儿吧，我比你大20岁，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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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岁也不行，哪有这么虚的？虚出40去。你也没上过学，你比我大3岁，是我39，嗯，到啊，就这样吧，啊，我都不抬杠，嗯，抬杠比打分挣得多，我也快40的人了，是不能瞎说了，嗯，老话说得好，40不惑，没错，40就不让霍霍了啊，嗨，40之前也没让霍霍过啊。这么些年来靠着大伙的支持，嗯，一步一步走了今天，是站在舞台上看着各位，我打心里特别的高兴，是有的是哥几个一块来的，嗯，有的是小姐们一起，嗯，有的是一家人一块，哎，有的是带着老婆，嗯，有的是带着别人的老婆，啊，还有这个带别人老婆的请举手，我还真有呢啊。哎呀，好，谢谢你们的坦诚啊，注意安全啊！嗨，可不是得注意安全吗？出门人打了我可管不了啊！世界太乱了啊！什么话这叫？挺好啊，嗯，对生活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。哎，另外呢，生活中会有种种的不如意哦，最重要的是坚强。是啊，曾记得法国有一个大发明家叫约瑟夫，约瑟夫啊，1872年他发明了机械风扇，哦，比拜伦的那个技术又提高了一块。对，我不知哪个世界方面专家，1872年，嗯，法国的发明家约瑟夫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过。他说生活是非常坚强的。哦，如果你不能坚强，嗯，请把这两个字翻过来。嗯，强奸呢？别说出来啊！别说出来也是这么回事啊！约瑟夫教导我们的，这都是。嗯，约瑟夫说这个，约瑟夫嘛，你看一看就不上学的人啊。你知道约瑟夫？约瑟夫嘛，发明家，俩儿子。哦，大的叫约架。啊。二的叫约炮，嗯，呵，您别胡说八道了。但是不管是不是他说的，嗯，生活第一需要坚强，嗯，第二需要的是乐观。这是对的。有道是家和万事兴，这都是老话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在后台看着谦儿哥，嗯，带着孩子跟嫂子们坐在一块儿，我打心里边，你先等会儿吧。真行啊，就别想了啊，嫂子门呢？嫂子倚着门呢。干嘛还得倚着门呢？倚着门，这儿掖着手绢，这儿嗑着瓜子儿。没听说过，什么形象这是？我今儿也不怎么那么高兴，我告诉你，谁高兴？今儿你们尽量晚走会儿，我愿意多说一会儿。今天你呀，啊，我看今儿您是很高兴，就说这个事儿。啊，生活就是这样啊，天天在后台，我甭跟别人聊天，就跟德云社这帮说相声聊天就很开心。啊，那是每家都一本故事，不一样的故事。哦，我们有一侯震，有人认识吧？侯震，大伙儿都知道是吧？啊，认识啊，嗯，侯宝林大师的长子长孙，对，我师弟，嗯，侯震，说话嘴碎，嗯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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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对，口头语，脸长得这么大个儿，啊，大脸盘，跟囊似的，嗯，嗨，什么形象啊？侯震就挺可乐的，嗯，侯震跟他媳妇儿，哦，有时候我老说，我说弟妹真是个好人。怎么？因为侯震一天到晚除了跟我出去，要不就演出，要不就拍戏，嗯，也总不着家，嗯，弟妹不错，哦，对老的对孩子照顾着无微不至，哎，啊，所以说我有点时间我就说，我说你侯震回家陪媳妇待2天，哎，瞧，他也是挺好，哦，回去开个车带着媳妇这儿逛逛那儿逛逛，嗯，啊，带着媳妇这儿是前门啊，这儿是西单，门都没出过呀，西单前门都不认识，没去过嘛，家里活太多了嘛，哦，是不是？挺好，开车。这儿哪儿那儿，让媳妇儿心里高兴高兴。是，开着开着车一低头，哟，怎么了？车里有一只高跟鞋。哟，侯爷那脸都绿了。啊，谁干的？这想半天，啊，赶紧把这鞋顺着窗户扔出去了。哎，一会儿媳妇问：“哎，我脱了你这鞋哪儿？”嗨，这疑心太重了，自个儿想多了。你可不是想多了吗？想多了，把自个儿媳妇鞋都扔了啊。他这不算小心眼儿啊，后台有一位小心眼儿，还谁？高峰，啊，高峰也熟啊。高老板，大伙儿也知道吧？小心眼儿吗？可那太小心眼儿了。是啊，只要一说出门，一回家，咕噔先给媳妇儿跪下。干嘛呀？我走3天，这3天你别出门，哦，我求你别出门。哦，外边坏人太多。哦，怕坏人啊？媳妇儿就得答应啊。嗯，每次临出门找一草棍儿，
别的门上，咵，这干嘛？媳妇一开门，草棍就掉了，哦，就发现了。哎，下楼拎一口的面，嗯，打门口撒着面，这什么是做贼呀？那是怎么？媳妇一出来就踩上了，啊，就知道了，顺脚印就倒着了。好家伙！前些日子我们上加拿大演出去，啊，孤灯给媳妇跪去了，十天啊，十天。这回长十天别出门啊！媳妇也答应了，是出来之后走到门口给小区保安100块钱，这是看着这儿，我们家谁来了到时候告诉我。哦，还派盯梢的。十天之后加拿大回来，一进小区，嗯，有人吗？嗯啊，保安说就你走当天来过一送信啊，嗨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呢。嗯啊，好嘛，就这送信的要命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开玩笑，这都小心眼过分的人。嗨，过了。你要说真有毛病，就是我们后台叫孙悦的有毛病。哦，那大胖子，大胖子孙悦，嗯，说相声的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啊，都是。哎，这个孙子呢，等于是、啊、这孙子，这个什么像话，应该是这个外孙子，哦、这个外孙子啊，嗨，把外字搁出去了啊，这两天没来，嗯，那个闹嗓子是，嗯，在北京什么医院住了那个肛肠科那儿检查、啊，闹嗓子住肛肠科呢，耳鼻喉科没有床了，对了，没床了。给挪那儿，反正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远了。这怎么能差不多呢？也就一讨来的地儿，不要紧的啊。啊，就这么大，大胖子。我们整个后台就他啊。嗯。道德沦丧。哟，怎么了？你想那模样，你看那模样像好人样吗？哦，就这么大个吧。嗯。他站这桌子后边，桌子挡不住他。啊、太宽。这演出没事，自个儿就出去了。哦。咱也不知哪有那个地儿，他老能找着。小房间点一小灯泡，哦、小粉灯，满处去啊。嚯！看啊。嗯。里边那。进来，还叫他，摇摇头，转身就走。哦，什么不好看？不是进不去那门。哎，嗨，哎呀，就冲这也得减肥，是不是？大胖子演出完净这出。嗯，他跟岳云鹏在一块儿说相声，都知道。对呀、啊，岳云鹏、孙悦啊、嗯，那回真成功了。哟，也不哪家那门这么大个儿。哦，啥事儿？进去了。嗯，跟那儿住了一宿，很开心。是啊，很开心啊，花了30块钱。嗯，多少钱？30块钱。30块钱，30块钱哦、咱不知道是优惠也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赶上打折的时候，店庆的时候，哪有店庆啊？这我也不懂，那没去过。胖子，打那屋一出来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哟，对不起自己的媳妇儿，怎么呢？你想想，媳妇儿对他这么好，我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良心发现，哭着就回家了。嗯，进门跟媳妇儿就说：“我要跟你说啊、嗯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是一定要原谅。”哦、不能干一件坏事就否定他的一辈子，真是谁都有亏心的时候，谁都有对不起的时候，承认只要说出来就是好同志。对对对，媳妇也哭了啊，是啊、嗯、我是跟岳云鹏有一腿啊、嗯、什么乱七八糟的、啊、把媳妇给勾出来了、啊、这都真事儿，哪儿那么些真事儿，我听岳云鹏说的，这都是啊、哦、那真事儿、嗯、啊别瞎说啊，现场还有孩子，你让孩子谁说、啊、孩子怕听不懂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别讲，他早晚也得听得懂 啊, 啊已经听懂了是吗？我看拿着本正记录呢。我小时候有这么好学，真的，这是好学吗？嗯，要说起来这后台最好的人就是于老师、嗯、哎，到我了，真的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你瞧，长掉门了。但是您是这份的，真好，您有很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武装观、白云观。哎，别说了，我这出家了是怎么着？您确实是挑不出毛病。您客气，感谢您的父母、啊、为中国相声界带来这么一个笑话。哎，笑话，我成笑话带来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您又客气了。43，对，43年前那一天，中国相声界出了一件大事情。嗯、什么事儿？就是您的降生。嗨。据史料调查，那一年天气不好，是吗？天下大旱，没水。何止没水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。哎呀，那一年仓也空，井也空。哦，仓井空了呢。哎，我怎么跟那位还有联系呢？不太清楚啊。反正好记，就那一年。哦，天下大旱。嗯，你父母在家里边很焦虑。是，你母亲也是，因为就那天生了你嘛。啊，对。但你母亲很焦虑，是不知道有孩子、嗯、啊，傻丫头这是。都那天都生了都不知道有孩子，不知道那天会生的。哎，您说清楚了。老太太坐在屋里边，嗯，打肚子，嗯，叼着烟卷，还抽呢。我妈这是要取经去是怎么？什么模样这是？也不想吃饭，
啊，老头还问呢，嗯，夫人吃点什么呀？瞧这声，唐僧到哪儿了？好家伙，老妖精这是，要吃唐僧肉，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。你提这干嘛呀？啊，到晚上睡觉，嗯，你母亲就觉得这肚子拧得横那么疼，到时候他往下坠啊！我是没生过孩子啊，我那就别形容了。我想横是得那样是吧？啊，你就别想了，我肚子胀难受，哦，一直往下坠，往下坠，是是夜里十二点，哦，老太太坐着，我睡不了，不行，啊，这肯定是不行，这要生太又一劲儿往下坠，哎呀，老头儿就喊加油，哎，嗨，有他什么事？使劲，嗯，使你使劲，老太太一较劲啊，苦叉，就这一炕。拉了是怎么着？生不是你是没生过孩子，可你拉过屎。不是这声可对你这，别说这么肮脏的话题。废话，哭叉生孩子呀！哎呀，嗨，行了，哗啦啦啦啦啦，也没有这么大声。哗呀呀，哎，生一花脸出来是怎么？叮当的，咚的当的，葫芦娃。不懂，你不懂就别形容。没生过吧？啊，就要啪嚓生一大胖小子。哎，我摔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家人都高兴。啊，啊这回算行了。啊，老太太也高兴。哎呦，感情是有孩子了，多新鲜呢！可不是有孩子了吗？你真好，真好啊！啊，到了满月那天，家里边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得祝贺啊！啊，大伙都哟，这孩子了不起。是，家里有一上岁数的那个，这咱不知你们家什么老爷爷那身份的啊。这孩子好。哦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哦，看面相，嗯，日后必有汗脚。这孙子怎么瞧出来的？这是，你这可差六辈了。这差几辈也不成啊。嗯，了不起。嗯，把孩子举起来，用太阳照一照。这是干嘛呀？老年间的人讲究迷信。哦，孩子举起来，拿太阳一照，地上有影子。哦，影子不叫影子，叫魂魄。哦，这是魂。影子代表着魂。如果影子深浅，它是有一定说法的。怎么讲？这个影子特别的浓，特别的深，嗯，说明这孩子日后没有出息。哦，影子特别的浅，嗯，哎，说明日后他了不起。嘿，看看浓淡决定他的命运。哎，这看一看呗。照，举起来看看这魂。我怎么样？哎呦啊，这孩子这魂淡，嗯，啊，魂淡呢，啊，这老头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就是说你的魂呐，啊，影子浅啊，你说浅多好啊！在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果不其然，啊，我们见证了这一说法。我是真混蛋呢，是怎么？这还见证干嘛呀？就说你是一个人才啊，好，方方面面挑不出毛病来，那是完人了不起啊！没有 啊，首先说身体好啊，那是，就这一后台说相声的百十来人，啊，身体最好的谦儿哥。确实不错。他秉承着一个宗旨，嗯，三快。怎么叫快？吃得快，睡得快，拉得快。不，这也好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的。是，没有避讳说，我们就回避一下，谈不到。嗯，吃得快，啊，荤的、素的，凉的、热的，甜的、咸的，什么都能吃，不忌口，不挑食，营养均衡。是，吃得快。嗯，第二，睡得快，睡，躺下就着。这好吗？有的时候有点愁事也有。烦得慌，嗯，躺下数羊吧，哦，躺那一只羊，这就睡了，别数好不好啊？睡着了 啊。第三，拉得快，不是这怎么个好法？这个好像说着很脏，但实话实说，列位，这你说谁不上个厕所？是不是？啊，咱没有必要人为的拔高。哎呦，这位都成圣人了，嗯，他都不去厕所，你这是个貔貅啊，是吧？嗨，那也不对，谈不到，拉得快，嗯，怎么好？排泄功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有规律。哦，规律，哎，每次都拉得饱饱的，真的。啊，这什么话这？不是，我往回拉是怎么的？啊，快快的。啊，快就完了。快，而且时间是有规律的。哦，每天早晨8点钟准拉。哎，你这定点儿。9点准醒。我每天都拉炕上啊！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我这个。数十年如一日。哎，好嘛，这瘫了不是多少年了啊？挺好。不光是身体好，这个人心眼还好，嗯，主要是心眼。凡是长寿的人都是心眼好，是吧？他老算计人，他就好不了，是吗？这个人没有。哦，后台老拎着一包，这干嘛？跟演出没有关系，那是做好事用的。怎么做好事？拎着包，德云社演出小剧场，嗯，旁边那个小饭馆找来于老师帮忙，帮什么？厨子忙不过来了，哦，头走，我这就去。哦，厨子我行，打开拉锁，拿出一白大褂来，穿上，
我自备白大褂。你看，来白帽子戴上，嘿，奔人那儿唰唰唰唰，连切带炒，哦，一套，哎，不要钱，白帮忙，就是热心肠，就好这这儿脱了，回见几位，走了，回来了，叠好了，搁包里，又有来找帮忙的了。这是于老师，街坊孙奶奶去世了，这我帮儿子在国外回不来，嗯，短孝子出不了殡，孝子我也成，头走，我这就来，快把白大褂拿出来了。多用的这是，白帽子，夸，嗯，到哪儿去？自个儿预备好了，这是折叠着一翻儿，我浪吹的是怎么？这我都备好了，专应这个的是，专应孝子贤孙，我没听说过啊。一会儿又找来了，啊，这边体育场要比赛了，这我能帮什么？啊，于老师，来，您给检查一下吧。这是验兴奋剂。这我也懂，运动员有的时候跑得快游得快，人家怀疑是啊，是不是喝药了啊？怎么办？得专门验兴奋剂。这个到这儿称呼都不一样了。哦，于大夫，那是人尊重我。好，你偷走，我这就来。哦，白大褂又拿出来了。哎，我都这紧着白大褂接活，我那做不了啊。嗯，到这儿了啊。嗯，于大夫到。呵，远接高迎，一推门，嗯，于大夫来了。嗯，进这屋是啊，检查兴奋剂其实就是验尿。啊，对，一进这屋啊，嗯，有一大条案桌子，一杯一杯都摆好了。哦，这我来检查。有请于大夫。啊，这非得我来不可呀。把口罩摘了啊！我还戴口罩去，白手套。嗯，可以了。啊，嗯，拿起一杯来。看一看颜色，嗯，哎，你看到，哎，不是这位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？我这吹什么呢？掏出一根吸管来，哎呀，别这样，我不要吸管好不好？这个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我白喝了。你又拿起一杯来。嗯，哎，一口还不成。哎，怎么样？血糖偏高。嗨，这跟运动员都没关系。你注意个人卫生。哎，咱们说点正经事儿成不成？这个呢？结石。嚯，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个，哎，也有喝不下去的时候。我要坚强。行了，约瑟夫教导我坚强。我这时候想起他来了。哇！哎，这有药。哎，哎呀，这兴奋剂太大了。啊，这屋喝完了啊，请于大夫到下一个房间。还有，迈步走上这屋来。哦，大桌子，老是这屋桌子摆大杯啊，这么大杯。于大夫，请。你瞧，哦，我很兴奋啊。好过瘾呢。哪儿就过瘾？我尝尝得了。嘿，这个，哎，哎，什么项目啊？赛马那马。好家伙，我什么都管呢，合着了不起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净喝尿。心眼好。这胃口好啊，不是心眼好，喝嘛嘛香。没听说过。不光这个心眼好，嗯，脑子还聪明呢。哎，脑子确实是。脑子不好能赢这活吗？是吧？啊，缺心眼儿，这叫。德云社后台啊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外号叫科学家。怎么叫科学家？真的，科学家跟后台，我想，你看玩那个玩什么都是他头一个。
手机下载软件也是他头一个。哎，我好这个。刚开始玩微信也是他。对，跟那玩。我说什么呀？嗯，微信是。发图片、发语音、发什么都行。嗯、你看我给你嫂子发一个啊，我给了媳妇发一个啊、嗯。老婆你在干嘛？发完了，给、哎、你拿着。我接过来了，上面有一行字儿，写的是对方正在偷人。什么？你出事了啊？这你就问什么呀？嗯、啊，对方正在输入。什么学问呢？你这是这俩字儿能弄乱了你？我冷汗都下来了，多新鲜！我以为你知道了呢，是吧？哎、知道什么了？我就啊，你破案了呢？没听说了。玩这个头一个啊，玩那魔兽啊，后台头一个。啊、德云社后台那角那儿有一电脑，他跟那儿、嗯、头一天我就在跟前嘛。我说你干嘛？注册。啊，那上注册有个注册名啊。哦，我写于谦儿。嗯，不，没有写真名字。是啊，都写一个那个注册名编的网名。起的。我说你叫什么呀？嗯，叫什么呀？他在后台辈儿是最大。嗯，我徒弟都管他叫大爷。对。啊，想半天。嗯，注册名，我这个名字是谁的呢？嗯，你大爷的。怎么起个这名字？就是每次一登录一行大字儿、啊，欢迎回来，你大爷的！好家伙，先挨句骂。嗯，他们玩的叫什么？团队副本呢？是叫什么？一帮人打仗啊！联网。你听到耳麦里边，你大爷的，快点！哎，恨疯了我了，这几位都。嗯嗯，挺了不起的。嗯、玩会儿游戏、嗯，放下了，毛笔抄起来了。这是练字儿了。哦，书法也练。你不服行吗？啊，练字练毛笔。哎，观众进后台，于老师给签个字吧。啊。抻着那宣纸，哦，宣纸给你写毛笔的，见身份，写于谦，哎，夸这抻好了，是颜德墨添饱了笔，哎，一挥而就写于谦啊，对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？我这名至于写那么长吗？竟写错，哎嗨，这就别练了。啊，写毛笔字儿、嗯，啊，一会儿又坐那开始写作，啊，创作。呵，家伙，你写什么呢？嗯，《孙子兵法》。我这也用我写，了不起呀、啊！于老师，等会儿，嗯，别叫于老师，那请叫我孙子。哎，什么名儿这是？不服行吗？啊，这儿一喊孙子，哎，嚯，坐那一玩这个里边，你大爷的，快点！好家伙，净站背上了啊！玩会儿写会儿，一会儿看书。哦，后台一大字台，哦，摆着各种书籍。看书，古今中外没有看不到的书，全看啊！什么《三国》呀、《水浒》啊，哦，《西游记》啊，《四大名著》《西厢记》嗯，《西毒记》啊，《西毒记》没有这书，叫什么来着？反正《西游记》《西游记》对啊，什么国外的书也看，嗯，《钢铁是种么炼成的》啊，这河北翻译的吧？这是还种么炼成的？什么口气？这是是弄么炼成的？哎呀，简直了！怎么怎样练成的？怎样练成的啊？对，这都看啊啊！大桌子，这摆一本书，旁边放本字典。嗯，字典边上是工具书。这是怎样查字典？全不会，三本一套啊！必须一块儿看，看看这个，看这个。这是闹耗子呢，是怎么？因为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没听说，我太忙叨了，我这。了不起啊，没有什么，正因为您的综合素质啊，才娶了我们嫂子啊，我媳妇儿，你差一点儿，你媳妇儿都看不上你，是吧？媳妇儿眼界高啊，要求高，有人见过啊，可漂亮了，是吗？比她小三十来岁啊，小孩儿啊，不是，她比你小啊，比我小几岁，就是你要到七十多岁，她比你小三十来岁，还是差不多的呢，她比你小，就是比我小，特别可爱，大眼睛，哦，那么大，大眼睛，尖下颏。我每次看见嫂子，我都得想，嗯，葫芦娃会来救我的。哎，好嘛，主要看见妖精了，这是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您得尊重嫂夫人这份儿啊。多的见着都是，哟，德刚啊、嗯，上家吃豆腐去，去吧。啊、什么话这叫？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他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是最好。啊，您说清楚了，这上家吃豆腐去。啊、你就别逗弄了，这就。去去去。上家去，咱规规矩矩的跟嫂子，有时候去了也是买的水果，买的什么啊？进门啊，嫂子您挺好的啊。谦儿呢？哎呦，你来的正好，他刚走啊。哎，我刚走叫来的正好。不是我这我不知道你走啊，不是你出、啊、进来，快进来吧，进来坐那儿洗澡洗澡洗澡，咱别胡说八道。买那冬枣洗澡洗澡吃，怎么这么别扭啊？这是，说句良心，我跟谁开玩笑？我跟嫂子。
不逗。我瞧出来了啊，你这个心态是真好。哎，那是。再一个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嗯嗯，就算我开玩笑，谦儿哥不会胡思乱想。那我们过这，哥俩交情在这儿了。对对，一块长起这么些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嗯嗯，是不是？打我想我打十几岁到北京，嗯，就哥俩一块玩，是，这也算发小了，可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嗯，我有时候一想起原来挺可乐，是吧？嫂子非常好，但是谦儿哥您得承认，嗯，倒退些年，您的这个爱情不是很顺利。哦，这倒是有点坎坷。这个不堪回首话当年，谁没个十七，谁没个十八呀？都年轻过，是不是？谁家烟囱不冒烟？这很正常，过日子吗？小的时候他爸爸给他弄的什么？嗯，娃娃亲。啊，我那时候还有他爸爸老古板儿，啊，这个谁谁的闺女跟你一块儿两口子之后，小孩懂什么？他四岁，啊啊，那女的七十二，你想啊，这两我不懂，那位得懂吧？那七十二差太远了，不是其实啊，其实二十多，也不也差不多，没成没成、啊，直到后来一次一次的交朋友都很不顺，是，其实小时候我们都崇拜他。啊，他比我大好几岁，他都懂，我什么都不懂。啊，我想那年我十九，那年他二十三四那会儿，对，那回还问我了，带你出去玩去，你去吗？啊，跟着我一块儿。哪儿啊？嗯，歌厅去吗？我那时候就泡歌厅。你看，咱说良心话呀，啊、那会儿十八九的孩子懂什么呀？是，一听说这么有诱惑力的事情是吧？是，我们是抱着批判性的心理去学习的。您那时候就批判了，开始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咱去。呵，真感兴趣，带着我去挥霍，挥霍。我们俩坐二十九到八幺七，然后换三百到九三七，庞各庄下车。嚯，到郊区了。夜里边，霓虹灯闪烁。哎呦，几个大字儿。嗯，翠沙燃歌舞厅。进了西瓜地了吧？咱们进门一瞧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哦，高档，站着一堆美女啊。嘿，都穿着绿色的衣服，上面一道黑一道黑的。都拿西瓜出来的是吗？都跟那儿唱着情歌，情歌。吃了一杯脑快嘞，杀了你的口儿甜了两个。这就是卖西瓜的这个，老北京风情。没有，人家这叫西瓜派对。哦，西瓜派对。啊、坐那儿吧，坐那儿我都傻了。哦，没来过这个。嗯，人家跟这儿啊，嗯、不是有身份啊。嘿，一瞧就老来，熟啊。把烟搁在桌子上。嗯。撕一张烟纸。是。烟一阵卷着抽啊，省点是点嘛，点上烟啊，来小妞，你瞧这老手，人家有负责人过来了啊，哦，那个要什么样的？嗯，听说你们这儿有留学生是吗？好、哦，介绍一下，有刘英的、刘德的、刘法的，嘿，有刘宝的，还刘宝，保加利亚的，嘿，刘宝的啊，来刘宝的。一会儿这刘宝这回来了啊，站在这儿，嗯啊，先生吃点什么呀？刘宝定的这是，你吃驴肉火烧不？行了，这不是刘宝加利亚的这个，反正就带过我去过这么一次啊，后来不带我去了。那是因为您知道这个泡妞这个工作不适合团伙做爱，单独的、啊、哪见过组团泡妞的是吧？没听说过，早晚也得便宜一个人 啊, 啊。后来他再也不带着我了。得亏没带我，是吗？后来就交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女朋友，搞对象了。我印象中那是个三月份，哦，春天吧，三四月可能是。嗯，谦儿哥一个也是，他这光棍儿、嗯、那会儿二十五六、二十四五了，嗯，没个女朋友。嗯，春天去踏青，哦，踏青，哎，找了一个公墓啊，我上公墓踏青去，清静啊，清静，倒是没人，看看上坟的，看看烧纸的，是吧？哦，你看来回溜达溜达，业余生活太乏味了。嗯嗯嗯。嗯走着走着一抬头，哟，这是坟地里有一墙头，哦，墙头上面坐着一个女孩，这什么女孩？这是很斯文啊，是吗？坐在墙头上叉着腿坐着，嚯，这还斯文呢。这手拿着烟，哎呦，这手拿瓶啤酒烫一脑袋花，这很有夫妻相。一眼就看中了，那得看这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啊。嗯，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谦儿哥三大爱好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您就别，我要批评你们说的不齐啊。我们再来好吗？啊，于老师三大爱好，有意思吗？你们有意思啊，闲着也是闲着啊。
一瞧这女孩，当时谦哥就站住了，愣了，太好看了。哦呀，猛抬头用目撒，墙上现出一位女菩萨，菩萨她在墙上坐，就好似日出东山飞彩霞，一轮明月将心里照，雪地里现出一盆花，虽然她不是天仙女，月里的嫦娥比着她，若与此人成婚配，抽烟喝酒烫头花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传统戏，这哪有传统戏，特别开心啊，啊，高兴，不离开这墙了，来回跟那走柳啊，哦，在围着墙转，来回走啊，哦，这女的乐的呀，嘿，谦哥问你乐什么呀，嗯，你脚底下有屎，嗨，我光看上头了，我打这儿起两个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，交上朋友了，谈了有一个来月，哦，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我要带她回家见你父母，这是大事儿。女孩也特别的开心，嗯，特意的打扮得非常的淑女，嗯，把头发也弄好了，烟都掐了，嘿，跟你回家见父母去吧。一进门，你父母特别开心的，那是啊，儿子终于有了女朋友了，就盼着，快坐着吧，嗯，打姑娘进门，你爸爸不说话。哟，全是你母亲那儿张罗着啊，不好说。姑娘挺好的呀，啊，叫什么呀？嗯，属什么的？多大岁数了？问一问啊，就吃水果，吃糖，反正家不长理不短这点事儿呗。热情点吧，啊，聊天，嗯，聊来聊去，突然间，嗯，你母亲问了，嗯，这个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问到这个，姑娘愣了，那个，嗯，我是单亲，哟，嗯，从小没见过我父亲，跟我妈长大的。嗨，哎呦，对不起呀，啊，姑娘，那个你妈。叫什么呀？嗯，我妈，我不敢说。这有什么不敢说？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这是尊重。什么年代？我母亲有个外号叫一朵花。嗯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？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嗯，他是听出什么来了？你们家住前门外大石料胭脂胡同。哟，小时候住那儿，后来搬了。啊。姑娘，你坐着啊，你坐着，来，你们进来，叫我们。这时候来着你，这时候来着你妈，哦，三口进屋了，是把门一关，老头眼泪都下来了。嗯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瞧瞧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年轻的时候犯了点错误。你说说吧，这姑娘你不能跟她交往，为什么？她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眼泪下来了，那哪行啊？这谁想得到出这么一个事儿，嗯？这哭着，她，嗯，妈站起来，没事，儿子，怎么呢？好好跟她交往。因为什么？你不是你爸爸的。哎，这不是。下面呢，请您欣赏怪事并不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大伙儿一鼓掌啊，嗯，我看出来了，什么呀？都喜欢听相声。哎，大家都爱这个。好啊，相声好啊。是啊，通俗易懂，喜闻乐见。对，大家伙儿都喜欢。抨击丑恶，藿香正气。对，哎，好啊。怎么还有药材呀，啊？这里头有一词儿吗？藿香正气吗？啊，这什么词儿啊？啊，这叫弘扬正气。弘扬正气。对了，有功夫多听相声哦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哎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心里憋闷了，嗯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哼的哼，哦，难受啊。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喘不上气儿了呀。啊，到剧场来一瞧，出来俩演员。哦，啊，头里叫于谦。对，观众一看呢。嗯，更恨他了。怎么那么恨我呀？哟，喘不上气儿了呀，啊！你这来，你瞧我出来了，啊，痛快了。好嘛，这痛快劲儿都搁他身上了。听相声能治病，哦，治心病。哦，当然了，啊，说真有别的疾病是。您得看病去哦，相声不管用，也光指着说相声，嗯，百病全治不行吗？这做不到哦，人难免得病，那倒是，有大病有小病，嗯，别耽误。对，你像于老师啊，前些日子就耽误了，
我什么事儿我就耽误了，也就是小病开始不当回事儿，哦，越弄越厉害了，哦，当然了，小病不大，哎，感冒发烧，非典艾滋癌，嚯，活得了活不了了啊，这是治过来了，这还能治过来？治过来了，还真成。有病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上医院。哎呀，好好看着，别耽误。是，养病如养虎，虎大要伤人。哎，千万别耽误，一点都不假。是，大病甭说了啊，小到说点痦子、拔牙啊，也别上街上。哦，那都假的。那摆摊的大夫，嗯，害人，蒙人。你可别不信我的啊。是啊，真的啊。哦，我这亲身体验。怎么体验了？啊，我研究过这方面。哦，这还有研究啊？你就拿这个拔牙来说吧。哦，牙疼拔牙。牙疼不算病。嗯，疼起来真要命。是，真疼啊。因为牙疼，死人的事儿没怎么发生过。啊，可是真难受。那倒是。到医院很简单就拔了。是。你要图便宜上街上。不行吗？有这个。嗯。摆一桌子。嗯，小药瓶摆好了，哦，大瓷盘子里都是牙，是小剪子小镊子啊，工具，小刀子，嗯，斧子，不是，锯，大管钳子，干嘛管工啊？是怎么的？不是，有拔牙的拔牙，没拔牙的打家具呗。嗨，改木匠了。小瓶一瓶一瓶的，嗯，红药水、蓝药水，哦，啊，酱油、醋、花椒面，咱熬鱼的佐料呗，是吧？全搁这儿啊，都摆好了。哦，有这不开眼的。是，大夫，大夫，嗯，牙疼，哎，病了，张嘴。哦，张嘴，我真听话。大夫一伸手，拿出一电镀的小钢棍来。哦，搁在嘴里边。嗯，这是哪个疼啊？一和了哪个都疼。太对了。来看，看也疼了，看，嗯，嚯，这个，嗯，这个是五块，什么就五块、啊？五块给你拔了，嗯，太贵了，嫌贵，便宜点儿，嗯，废话，废话，废话，小牙还四块呢，分大小，你看你那牙多大个儿？嗯，刻上腰肌，扔到麻将盘堆里，就他个儿大，好嘛，有这么比的吗？该不要这么些个，嗯，一块钱吧，好，一块钱，嗯，干脆不拔，拔了，哦，硬了。反正力气活呗，好，这是力气活，搁口袋里、嗯、拿出一大老虎钳子来，哦，哎，这是夹住了，哦，坐住了，嗯，坐那坐那别动啊，坐使劲啊，嗯，哎，哦，坐去，站起来了这。开，嗯，叼住了，你这么不听话，你又站起来了，疼，嗯。走，是你别跟着我呀！谁跟着你？呵，这不蹬的吗？当翻一个，踩着脑袋，叮，爬下来了，起钉子这是。好嘛，还是木匠啊？嗯，你这多受罪，这个太难受了。还有那点痦子的，嗯，现如今上美容医院啊，很简单就弄没了，就烧了去了。别上街上，对，挂一白布，嗯，画一脑袋，是点这些黑点啊？嗯嗯，这大脸跟烧饼似的，哎。你打那儿过他喊你哦，哎，这位，哦，叫一位，来来来，嗯，啊，嗯，我，哦，真有认头的，你这脸上这个黑点儿不好，哦，嗯，这个痦子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啊，没关系，您说，克父母，对父母不好，嗯，哦，一分钱，这个给您点了去。啊，不贵，这一琢磨，一分钱也不叫事儿啊。是，花一分钱，哪怕是假的呢。嗯，去心病啊。哎，落一痛快。坐着吧。嗯，往这一坐，大夫拿出一小瓶来。哦，拧开盖儿，这是里边是白色的药膏。哎，有药。拿出一根骨头签子来。嗯，挑着药膏往脸上点。哦，头一个可不点这个。啊？你刚才说克父母，这不点。哦，那点什么？这个克儿女。哦，点别的。点了，克兄弟，还有克姐妹，嚯、哦，克妻子，哟，克老爷，克丈母娘，这一什么克什么这，克街坊，嚯、哦，克卖早点的，好嘛，离多远都克了我这，
这一大脸啊都点上了啊，数吧，嗯，98个，嚯，真不少，把钱要过来搁口袋里，嗯，再退这可不退了，是啊，行了，嗯，你呀、啊、转个弯遛弯去、啊、溜一圈吧，嗯，啊，一顿饭回来真听话，是顶着一脸米饭出去了，嗨，一脸的白点儿，回来往上一坐，换药。哦，还换药，又拿出一小瓶来，嗯，里边是红颜色的药膏，啊、这药还真不少，嗯，跟刚才那是一样的，怎么？同样的，那这药是什么呢？什么呀？咱们刷浆用的大白，哦，那白药膏，这儿那大膏啊、哦，一大块，一分钱够用一辈子的，好嘛，这得一盆呢，买这么一大块，嗯，打碎了弄好了装在里边，哦，红的这个也是这个药膏，哦，可有一样里边加上硫酸。硫酸呢、啊、加上红颜色，那多烧得很，就靠它往脸上烧肉呢，哎呦那疼啊，你看它聪明在这儿了啊，要说一上来给你点这红的，是98个点不上，怎么疼啊，哦，点第三个人就受不了了，太厉害，都冒烟了呢都 啊烧了都，哎呀，先点白的、哦、拿白的要钱，是再给你点这红的，哦，哎，拨了掉一个白的、嗯、点上一个红的，对，哎，都给你点好了，是，行了，回家吧，走吧啊，嗯，一个礼拜别洗脸，是一个礼拜，一个月你也洗不了脸呐，怎么那脸上愣往里面烧啊，哎呀啊，过了一个月照镜子一瞧，嗯，痦子一个都没有了，好了，一脸大麻子，好，全烧成坑了啊，看这脸跟藕似的，嗨、啊哎、什么形象啊，这是啊，你说这脸瞎花的啊，嗯，骗人，是，当然了，这是少数哦，人们也是小病儿还找这些个游医呢，对，你看那个得肝癌的，嗯，得癌症的，大病有上街上的吗？那倒没有啊、嗯、都知道上医院，是为什么呢？医学发达，哦，什么病都能都能治，尤其现在啊，嗯，咱们医学发达的太厉害了，是啊，许多原来不可能相信的事情现在都能做到，哦，这病都能治了吗？没有不能治的，是啊，都能治，哦，就拿你来说吧，拿我举例子，你什么病都能治，我什么病啊，比如说，嗯，这儿演出散了，哦，于老师回家了，回家吧，你走就不能跟孩子们似的，我小演员们坐公汽车，对，您跟他们不一样，我蹬自行车、哎、啊，还不如坐公汽车呢，这个你主要是月票丢了啊，嗨，不丢还是坐这车啊，蹬自行车，嗯啊，哎，行，这甭学了，你这快呀快呀、啊、走着走着前面有一姑娘，哦，也骑自行车，哦，长发飘飘，是，你在后边一瞧，怎么样，太漂亮了，看着好看，好看呐，嗯啊，蹬吧，干嘛先蹬追，这边看脸长得跟茄子似的啊，啪嚓你就掉下来了，那给吓的呀，摔马路上了，嗯，打这边来大卡车，哦，从你这胳膊这儿啊，手腕子这儿，嗯，压过压过去了，你看看司机开过一瞧，有，嗯，道错了，嗯，又倒回来了啊，看准了再开呀，这个底下还有人呢，这个拉货，拉货了，拉货了，倒回来，倒回来，哎，没错，倒是对的，好呢，什么司机呀、啊？这是啊，开过去了。副驾驶说了啊，还是错的。车上以后少坐人，让他们知道吗？是、啊。最后吧，最后他们走了 啊。你这儿啊，叮叮当啷。这还能叮叮当啷就不错了。啊、还又是有一点蹄筋儿连着。别就这样了，是吧、嗯？老百姓们吓坏了。哦。压流氓了。没听说过、啊、压人了，压人了，哎，打这边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到这门一停，哦，开开门，蹭蹭下来两个小护士，哦，护士，就这俩姑娘这漂亮啊，啊，1.7米大高个，个不矮，连鬓络腮的胡子，嗯，一巴掌宽护心毛，嚯、哦，光膀子穿一水叉，嗯，大胶皮鞋，哦，哪儿了？嗯，压哪只了？哦、啊，屠宰场的呀，这俩是。看见你了，一搭着，嗯，一二三，十，扔到车上，哦，关上门，啊啊啊啊啊，拉到顺义肉联厂去了，这是。医院，医院是医院吗？这个拉到医院、啊，进门登记签字、哦，弄完了，拉到这屋来。嗯，大夫一瞧，这个、啊、这得截肢啊，截呀，这得截肢、哦、啊，
别看是腕子的事啊，腕子得从这儿解啊。干嘛这么狠啊？你怕感染吗？哦，先打破伤风针。是，摁好了，褪下裤子来。嗯，拿圆珠笔画一圈。画圈干嘛？他打不准呢，先瞄准。大夫拿过这个针来。哦，弄得了。是，嗨，这狠劲儿。打开冰柜，嗯，找翻腾，找出一把小钢锯来。这钢锯搁冰柜里干嘛呢？保温呢，怕它坏了。那管什么用啊？好了，嗯，这撅折来着，弄好了。这还锯它干嘛呀？啊，拿盘子拖着，嗯，送到后边。哦，倒模使。怎么叫倒模？就是按照你这胳膊给你复制一个。哦，弄一假的。一会儿功夫出来了，一模一样。哦，你这个 啊送到后边食堂了就。啊，吃了。弄到前面来，把你那弄好了。哦，拿螺丝刀紧得了。上螺丝。八块钱一罐的那漆。嗯、哦。喷罐漆。看不出来啊。真的一样。哎，好极了。都行吗？颜色。手感质地一模一样，跟真的似的。哦，就跟手一样。你伸手你看啊，跟真的一样吧？就真的这个，好看啊。啊，都行。打这儿起不耽误，写字儿，能写字啊？写字儿。哦，呵，你弹琴，哦，乐器也成。呵，你本职工作啊？哪有这？啊，不干这个是吧？反正都行，就一样啊。啊，打架不行。怎么？你跟人打架？是。你生气呀、啊？打吧。啊，啪。哦。啊。你这儿凉快了，对，挨打了，叼着你胳膊跑了啊，叼跑了这胳膊，这打架不行哦，那甭打架了。哎，通过这个事儿说明咱们医学先进哦，这病都能治。哎，这胳膊这算小事儿、啊，这还小啊，腿也行啊，大腿没问题呀、啊，行吗？你看你这胳膊好了啊，你也没什么事儿了，是是吧？上大街溜达去吧。哦，还溜达？啊、溜达。哎呀，这，嗯，这甭弄了，这行、啊，就溜达就完了。东瞧瞧，西看看，啊，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嗯。心里痛快是、啊、哎，一瞧这儿，这是什么地儿啊？哦，一面大高墙，是俩窗户，嗯，窗户里往外飘水蒸气，哟，哗啦哗啦水响，哦，有人还说话呢，说什么？二姐，给我擦擦后背，嗯，你想，这是女澡堂子呀？对呀、啊，啊，我现在这算工伤了，嗯，我是不是可以偷着看看呀、啊？什么也不能看这个呀？啊，看看吧，嗯、刚要看，来四个保安，哦，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，哦，跑吧。呵，跑得又快呀、啊！啊，好、啊，这假胳膊也得甩，知道吗？啊，假的也得甩。啊，这甭学了，这个终归他这打弯差着呢。这嗨，不重要了，那就跑就完了。跑吧，啊，跑得这快呀、啊！一会儿功夫啊，嗯，你就上了。机动车逆行道上逆行、啊、有打那边来1400吨的大卡车啊，有那么大个，司机越看你越乐哦，啊，好玩儿，嘣，你没了，没了，你没有了哦，啊，5分钟之后、嗯、你一睁眼哦，坐在草地上，在草地上，很奇怪呀、啊，嗯，怎么在这儿呢？是，那桥在那儿呢。我刚才跟那儿，我撞大卡车来着。对呀、啊，我把他撞哪儿去了？把、啊、谁撞哪儿去了？嗯。没事啊，嗯，没毛病吗？都是真的，自己还晃悠不了啊？那个脚是谁的？脚？赶紧蹦过去拿过来看，嗯，跟我这只一样啊，哦，鞋一样，是，解个鞋带把袜子扒下来了，嗯，对，是我的，这才看出来呀、啊，打电话吧，嗯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救护车，那车来了，啊，俩护士下来，呵，可找着在这儿了啊，一直跟着我呢，是怎么的、啊？给你预备的吗？啊，装车上，喵喵喵喵，车走了，走了，10分钟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忘拿那脚了，干什么来了他们？嗯，来到这儿一进门，别人都登记，你不用登记，为什么？这昨儿来一趟了，这、啊、对，都认识了，来到里边，啊，脚腕子折了，对，那还得截肢啊，哦，从大胯这儿切吧，嗯、哎，也从根儿这儿啊，你怕坏了吗？啊，褪下裤子来，是，打针，要瞄准，打完针拿过锯来，哦、还锯，还是撅折的吗？啊。拿个劲儿好撅，你知道吗？好嘛，你就直接锯折了哥。送到后边倒模使。哦。5分钟出一新的。哦。安好了，你螺丝刀。嗯。拔过去一罐的漆。还是喷漆。穿上裤子走吧。哦，没事了。好。哦，这就放好了。没问题，上楼。上楼行啊。下楼。
行吗？哎呀，没问题，都行啊。而且这回了不起了，怎么了？遇见坏人，有人欺负你，哦，你能把腿摘下来打他？好嘛，人要跑，我怎么追呀？这啊，我打人家，这你这样，他跑你砍他。我就甭，你就甭就好了啊！你不服行吗？啊，这就能治了。甭说这个，比这个厉害也行啊。是吗？这腿弄好了，哦，你就出去野去吧。我也没记性，这人。你跟家待不住，单位也不要你了啊！没工作啊，出去遛弯去吧。哦，一瞧，呵，打这边来辆结婚的车，哦，喜车。哦，新媳妇漂亮啊！哎，你站外边喊，哎，好看呢。我跟人打招呼啊。新媳妇气坏了，哦，摘下假腿来砍你。我也砍他呀，这俩砍你碰一块儿，你忘了呀？啊，你忘了能砍能摘下来了？哦，你跑吧，然后想不起来，你进胡同吧，啊，进胡同，哦，穿大街越小巷，哦，跑跑累了，是，坐着歇会儿吧，歇着吧。哎呀，太累了，哎呀，这舌头上滴的汗不滴的，我现在。不至于，没这么凉。没听说过有这么反事。正歇着呢，啊，后边修房，哦，掉下一个钢筋水泥的大坨子来，哟，啊，五百来斤，啊，砰，整砸脖子上，得，脑袋砸进去了，进腔子了。你拿手一摸，啊，我这脸怎么这么粗啊？啊，一低头，咕隆，掉了。再一摸，领子上面，啊，就是自己这脑门这儿，这都平了，吓坏了，喊吧，啊，咕隆。行，别喊了，形容你这声音发闷吗？是，可不是吗？喊那边，救护车车来了，车门一开，啊，下来俩小姑娘，啊啊，一米七的个，长发飘飘，大眼睛，这漂亮啊，好看了，玩命看吧，看那还怎么看呢？这个在里头呢，这个搭上来扔到车上去，要走了，奔医院。嗯，一进门，哎，这必须登记啊，必须登记，嗯，这都看不出脸来了啊。甭提这个了，登记签字，嗯，弄到里边去，大夫一瞧，这好办，怎么这个截肢啊？还截肢？脖子以下截肢啊？哦，得弄一新的。是啊，拿撬棍顺脖子进去，把脑袋撬出来。哦，弄好，端到后边倒模，嗯，弄一新的啊。拿过钢笔来，画上眉毛，画上眼睛，现画。说好，您是螺丝刀，打这起你算是好了，死了。机遇啊，多给我们一些个放宽点我们的条件吧。没错，也别太苛刻了。尤其我们现在拜师的这帮孩子们，嗯嗯，水平一般，包括我们俩还是如此了。嗯，条件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您各位多捧啊。好在我们。我这岁数还行，他够呛是吧，啊？怎么叫够呛？什么叫够呛？我们会多拿出点时间来，多捧捧孩子们，那是对，啊，让他们把最好的节目能够奉献给大伙儿。对，我也不指他们发财，我也不指他们露脸。嗯，啊，有这么多人能说相声，好好说，这么些人喜欢相声，嗯，这行真完了，咱们有罪，真是这。您说是不是啊？没错，没错。我把他们都叫上来，列位，咱们再认识一下，好吗？好。嗯，这个各位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嗯，啊，我们挨个的介绍一下吧。哎，好吧，我们从他这儿来吧。这个来去黑的这个啊，这叫张鹤峰啊，这个来的还比较早，瘦了最近哈，是糖尿病很厉害啊。别看这模样不济，在我们这后台是又能唱歌又能写毛笔字还能画画，能耐大了。今儿带了字儿来了吗？带字儿去，带拿来瞧瞧啊！真有字儿，会写字儿哦，会写毛笔字儿，会画画。于老师的毛笔字儿就他教的啊，我净练名字了。这孩子还会唱歌，唱什么摇了滚、摇了蹦，咱也不懂那个玩意儿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打开瞧瞧，来给他拿着，可了不得了。我把那来，我给大伙儿念一下啊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，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啊。我把最后那几个小字念一下。好吧，大字咱不认识。百家姓中，大字太长了。德见名自立，刚正表自端，吾辈从兹去，师随大圣贤。我虽说没听懂，但是我支持他。哎哈，啊，还会唱歌啊，唱了好些个我也听不懂的歌，来两句吧。方便吗？这两天不方便。
有机会吧？啊，有机会吧？他都是那配乐弹着的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？崩了崩了崩了，那玩意儿是吧？记着这个名字吧，去黑的啊，嗯、张鹤峰，嗯。咱就捋着从那边来吧，好吧？哎，这叫孙鹤宝。别看他年轻啊，孩子都挺大的了，孩子比他差不了多少。没听说过啊，东北人，勤奋刻苦，来德云社来好多年，来几年了？四年了。来四年了。最早的时候你别干这了，因为有的老师说这脑子慢，岁数大了。后来他宁可留在这儿先做饭，给孩子们给这工作人员做饭，做了很长时间。后来说，哎呦。有这份心呢是可以留下来的哈，因为有的时候于老不在旁边用帮忙的就是啊，有嗓子能唱，哎，喊两句大伙听听来。陶爷们肩上肩，刘爷们遮满了天，在西为这个明啊公，细听我来言呢，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喜儿有一个宋老三。好嘞，就到这儿吧。记着啊，有嗓子啊，孙鹤宝啊，来，这是金鹤年啊，大连的孩子啊，其实这个也是孩子都挺大的了，还一直要说相声学相声，在大连当地也干过，包括韩柏还跟我说过，陈韩柏说过我们大连有一孩子好着呢，后来就上北京来，他跟赵云霞关系非常好，哦，赵云霞就跟他说，你上北京来吧，你上石门来，大连出海鲜你带这儿来吧啊，带，然后每次带来海鲜赵云霞留一部分剩下给我送来啊，然后后来又回一段时间啊，来了呢，我说你这家里有孩子有媳妇这怎么弄啊，回去吧，随时来随时再说，又回去了，过些日赵云霞又打电话，螃蟹下来了吧啊，又来了，然后留点给我送俩来啊，过些日子海蜇反正都吃差不多了啊，一气来了好几年，后来赵云霞跟我说，咱可吃人不少东西了啊，你不收不合适。孩子很厚道啊，人也特别的好，知道用功知道努力，现在二队是吧，啊，你看这脸上急得这疙瘩哈，啊，自打我说可以收你了，这近半年来再没给我买过东西。我记住了，金鹤年啊，金鹤年。嗯，来，没睡不醒这个关鹤柏，这是二鹤吧？这第二颗招鹤字来了吧？对。啊，几年了？五年了？啊，四年。哎，四年了哈。关鹤柏，过去我们叫这松柏长青，是取这个意思啊。这个现在跟谁一块儿来着？啊，跟杨鹤龄。哦，跟杨鹤龄一场，大伙儿你们都瞧见了啊。非常合格的这么一个捧哏演员，站在里边不温不火，也不抢，也不搅啊，非常不错。就把眼再睁开一点就更好了。好，记住了，关鹤柏。嗯、来，郎鹤炎。啊。啊，我很难得收一个日本的学生。啊说的是哎，这我抽你，郎鹤炎啊，这个捧哏演员，现在跟张鹤伦在一起啊，已经能够参加大型的商演了，在舞台上掌控能力也非常的好，还能跳舞，还能折腾，还能唱，方便展示吗？这两天不方便，不方便，过两天一块展示啊，好，你徒弟真撞日，那错不了，前赶后错就这几天啊，啊，来。这是齐鹤涛啊，这个郭家菜刚开始那个建立的时候，他一直跟那当会计啊，跟一块算账什么，勤勤恳恳。后来我说这个账钱老对不上，就还是让他说相声吧。这孩子很好，因为他是内蒙人，所以我经常能吃到风干牛肉啊。自打答应收他了，也没有了。所以这孩子就有时候心眼小。其实啊，现在捧哏逗哏呢，逗哏，现在逗哏呢，其实他捧哏也非常的好，有段时间捧哏站在桌子里边，我老觉得站桌子里边比桌子外边还有发展啊，慢慢来吧，你别冷笑我抽你。我这说他看着呵呵呵、啊、大伙儿记住了啊，笑里藏刀，齐鹤涛啊。啊，这个留着嘎嘎一样头的，这叫高鹤鹏啊。本身呢，我们俩还沾亲，我是他姨父，啊，他也是我外甥，也是跟着这鹤子科一起学这么多年。他现在身兼数职，一半呢就是盯着演出，还有三分之一呢是在演出部跟着一起工作。
非常能干活的孩子，也勤勤，你说是买个东西跑个腿联系个事儿啊，特别不嫌累啊。另外有时候主要出门了，他上家去跟郭麒麟他们一块玩一块什么，还能做个饭啊。相声反正一般是吧，除了相声都是把好手，都是把好手。但是我们干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才是吧，全面、啊、好好孩子啊，高鹤鹏。这是我姑爷，我女婿，这是啊，他女朋友马上结婚，这媳妇是我干闺女啊，所以我老说过你别拜师了，我是你老丈人，我拜什么师他不认头啊，然后把头留成这样为气我啊。这个因为他这女朋友啊，女朋友的父亲啊，就是他的亲老丈人，是当初给我媳妇弹弦的啊，所以这么个关系，我是他叔伯老丈人，不像我是他干老丈干，反是这么个关系吧啊，一点水分都没有，那错不了啊。张鹤帆啊，也是一边演出一边在演出部工作，而且这孩子你别看五大三粗的，心眼特别的细致，演出的事儿安排的特别的好啊，还行还行啊，对我闺女好一些，我那如花似玉的干女儿啊，如爆米花似烤山芋啊，这叫王鹤冠啊。我那年唱戏，有一唱戏的那个好朋友，中国评剧院白派艺术家王冠丽，俺们这大姐，我给你介绍一学生吧，谁呀、啊？就拐弯抹角这么一亲戚带过来了，就这孩子啊，那会儿还上学呢啊，是的是，我说就留下吧。后来起一名的时候叫什么呢？哎，王冠丽带来了，得了，叫贺冠吧啊，要带俩了，那叫贺丽了就。哎哈，啊，鸡群啊，现在还行。这个有段时间特别贪玩，玩游戏，玩这玩那，然后骂他一回啊。卷哭了，后来跟我哭，呦，又学好不玩了啊！是是是，后来把这游戏交给于老师了。现在还行，也算这科里边不错的中流砥柱了，能说能唱，能折腾啊！在台上再规矩再稳当一点就更好了，给我们一点机会和时间好吗？王鹤冠，哎，这着重介绍刘鹤清，这是这批孩子里边最老实的了啊！能唱山东快书，他唱山东快书跟别人不一样。他还不用那铜板，他用四叶瓦。什么叫四叶瓦呢？就如同拿着两副玉子啊，但他那板是斜着的，有这么一种打法，现在很少见。他学过山东快书，来了，带了板了吗？带了，带鸳鸯板。哦，带鸳鸯板是吧？我就唱两句吧。唱两句吧，来吧，啊。说了个姑娘骑着个羊，这个小段就这么唱。没乱七八糟。啊，这个平时也说相声，也上山东快书，有的时候德云社演戏呀、啊，或者大型活动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啊，一天不吃饭，跟着忙活，后台都散了，他跟着做道具啊什么的，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老实的孩子啊，山东人，忠厚善良啊，大伙儿记住这名字，刘鹤清。这个人叫，这人叫，好吧，他都你带来的是吧？嗯、这叫张鹤健。这名是自个儿来的时候就带着来的，他就叫张鹤健，别的名都我起的，他这不是我起的啊。跟曹鹤阳他们都是同学，最早在曲艺学校，后来呢一起推荐过来了。我觉得曹鹤阳很聪明，同学应该没问题吧？来之后我就没想到，我的个天，哎呀，可笨死我了！但是孩子实在。有一年我上沈阳去宣传电影《三笑才子佳人》，他是沈阳人，他跟着一块儿去。到了沈阳，突然是最后走那天，我说咱们啊中午吃点什么得快，因为下午的飞机啊。我说贺健，这个沈阳有什么特色？离着咱们近，到那就吃，有包间，还别太乱，吃完就飞，赶紧走啊！师傅，有我们这有一个那个卖冷面的地方，特别的好。哎呦，沈阳人都上这儿吃来。我说这个大周末的中午十二点，这个咱们去还有地儿。师傅您放心，这周末谁在外边吃饭？中午十二点哪有人上饭馆？是不是？我就一时糊涂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我这一辈子吃这一回亏就在他身上。好，告司机开车走，好到那儿离着三站地，马路上都是等座的人。我那个经纪人王海说：“把车停下吧，我下去看看去吧。”从三站地以外分开众人，进去之后，冷面店里人都快摞上了啊！出来我说：“少爷，这怎么回事？”哎呀，周末怎么也吃饭呢？废话啊！但是玩笑说玩笑。非常可爱老实挺厚道这么一个人，而且最近看这个肚子这个屁股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都锻炼这个体型了，这是啊，好好练吧啊。其实来说条件很不错，就差的是开窍，只要一明白了就拦不住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咱们吃冷面去啊，改变改变，就一边
不躲开我这儿、后边的从来，刚才那个高鹤鹏管我叫姨父，这个管我叫姑父啊，你都我们家亲戚啊，他们俩可是两姨兄弟，大伙儿明白了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叫我们管他叫小豹，小名叫小豹，金钱豹的豹，小豹，家里都这么喊啊。这个一名叫张鹤文，文是上面一个雨字头，底下一个文化的文。来的时候可胖可胖了啊，后来一段时间没见着，这孩子瘦成这样，就是可能孩子也是要好啊，没有不给饭吃，去玩去。在台上呢，后来有一次他就减肥减的都出了事儿了，跟李文山先生一场演出，在台上站着站着光梯就扔那儿了。李先生大伙都知道，七十来岁老艺术家，哟这怎么来着啊，他这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啊，站起来算凑合说完了，两个人鞠躬下台，一进后台光机就扔那儿了。李先生看看他，哎怎么还不如我呢啊，但是我们孩子现在越来越好，还会唱，真事来两句太平歌词大伙听听吧。好吧，这个今天跟我姑父也是我师父站边上，我这个简单的唱两句太平歌词白蛇传，跟他们都比不了，待会儿哪忘词了大伙多多担待。哎，唱两句忘不了、哎、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双昂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记得清香，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上冈。鼓掌吧。张鹤文小豹啊，行了，来挨着来，挨着来，得亏收十九个，收一万个今儿回不了家了啊。那叫杨鹤龄，鹤子科的学员啊，来了之后一直就跟着忙活，什么活都干，也练功，一直到后来张文顺先生病故，在灵堂里边一起守灵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孩子不错啊，看他干活也挺用功的啊，我说你说两句唱两句，我说那收了他吧，就把他留下来了，叫什么名字呢？灵堂收的，叫杨鹤龄啊，这么来的啊，这个能唱啊，来来来唱两句大伙儿听听，唱两句河北梆子吧。哎好，来，那您介绍介绍梆子。梆子我介绍什么，我也不懂啊。你唱什么呀？就直接唱结义联名。哦，结义联名，这是就是京剧的四进士宋世杰的唱啊，结义联名，来来。这两国小娃娃呆头呆眼脑，看起来年轻的人呐、啊，做事不务劳，背地里把孤独一声高叫，宋大爷抛绣下苍蝇更大，嘿嘿，这个不容易，背公音本公音用得好啊，下了私工了，这是、好极了啊，大伙记住了，杨鹤灵堂、就挨着过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，介绍一下于老师的徒弟啊，于老师您给介绍一下，这个不用多介绍了，这是刚才他们节目里边也说了，对，跟房小满他们在节目当中，我跟郭老师收的徒弟、来自长春吉林的、大伙多支持，谢谢谢谢的，太荣幸太荣幸太荣幸、太荣幸会不会好一些啊，来挨着来，挨着来、这叫马鹤奇、这个这是我早期的弟子，当年德云社在春晖演出的时候，有一天后台来这么俩孩子，就是马鹤奇和曹鹤阳，两个人在台上说了一段八扇屏啊，当时春晖能坐700多人，得有600多人喊下去啊，俩孩子到后他脸跟死人色一样啊，我就给他们俩讲，掰开揉碎了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后来又有一天到这个剧场来，俩人进后台，我们想拜您为师啊，我说行，我就跟后台那坐着，我说行，那我就留下你们俩吧，俩人光机跪在地上就磕头，这么留下来马克奇和曹鹤阳，后来分开之后曹鹤阳就跟了烧饼一场了，哎，马克奇几经辗转终于流落到西安啊，现在是我徒弟在外边的
不多见的，有俩，一个他，一小房啊。现在西安自己在那干，也带着一票人马，挺不容易，好好干，封疆大吏，海外天子，这就是啊。在我们这行里边，这孩子有一特点，就是你要问相声艺术家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谁多大岁数哪年生日，他都记得特别清楚，知道吗？我问一下啊，相声艺术家张三哪天生日？也有忘的时候，还没生呢，还没生呢啊！好好的努力，你只要是什么时候愿意回来，外边不好过了就回家来啊！谢谢师父，这儿永远等着你，大伙儿多鼓励马和奇啊，没事啊，有人欺负你提我就行啊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我去欺负人啊，好吧，去吧，嗯，来下一个，啊，小弟弟，我说他是个错误。啊，不相信的。天津卫视这个《笑傲江湖》，我当时是坐在一个很高的台子上，我没有觉得他多高啊。对，而且咕咚他跪那更显得他矮。是。后来我一搀他，我才，我的天，我才知道上了当了啊！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，本身在长春电视台呢做编导、做主持人、做制片人，啊，这个传统的戏法他有师傅，二人转呢他是翟波老师的徒弟。啊，现在又学了相声了，可以说几门都有他。这个以后这行的饭不够你吃的就啊。谢谢师傅，挺好，好好努力，大伙儿都记着啊，这是我徒弟。我也能唱，我也能唱。你也能唱吗？能能能。来吧，唱两句听听吧。说天亲，换一个吧，待会儿我得唱。你学了二人转了，你来两句听听啊，这都是久战吉林啊。封疆大吏，那我唱那个师傅的吧。哎，好吧，唱翟波的，翟老师的啊。日落西山呐，鼓掌。怎么样？刚收就死了。哎呀，缺氧了。哎，我就会这一句。哎，这这这这，就会一个日落西山啊。太好了，天亮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啊，大伙儿记住了，小弟弟啊，黄鹤弟，嗯，来挨着上啊，嘿，真亮啊，这是我在取经路上说王鹤江啊，王鹤江，嗯，老实之极，这么些年来啊，在这后台没听人说过王鹤江如何如何啊，王鹤江怎么怎么样，也搭着他也不上班，反正是啊。但是孩子聪明，会玩乐器，吹声吹得好，啊，好多这个死人那都请他去跟着吹，吹着死人都坐起来了啊，真难听呵呵，啊，多才多艺，忠厚老实，好好努力啊，王鹤江，来，这叫李鹤东，我老跟你们说李云杰，李云杰的俩人是亲哥俩，忠臣孝子就是这哥俩。那一年八月份德云社遭了一点小小的坎坷，于是有人退出，有人明着走，有人暗着走，在那个状况下我们开了一个全体会，在会上有几位同仁哭得都跟泪人似的，德刚死我要和你死在一起，转天就都走了啊。在那个情况下他哥哥李云杰找的我，师父我跟您说点事，我说什么事，我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干这行，您要还干这行我们哥俩跟着您干，您要不干了我们俩开一个洗车房啊，另外这次拆迁呢人家给了我们三套房，哥俩一人留一套，那套准备卖了把钱给您报答您的施恩啊。就他们哥俩在这个社会很浮躁，说句良心的话能说出这个话来我觉得这太难得了，后来我老开玩笑忠臣孝子，你们老见李云杰那是他们家老大，这是老二李鹤东，嗯，来少爷啊，这叫侯鹤莲啊，这是于老师的鸟友给我们介绍来的，谦哥的发小啊，这个他父亲是谦哥的发小啊，大喘气，他不是，他小，他岁数小啊，岁数小也不行，早先呢是学京剧老生的，但是您也知道那个行业现在挺难混的是吧，所以孩子毕业之后呢也没有一个工作，后来也做过生意，再到后来他父亲推荐到这儿来，他来的时候正是我们唱京剧发门寺的时候，当时我跟陶阳在后台对词的时候说给他起什么名字呢，嗯，
范门寺那主角叫赵连，得了，借人家一个字叫侯侯连啊，能说能唱，早先是我们青年队的队长，这我们后来长得最标志的孩子了啊，尤其这个头留的啊，跟小锅盖似的啊，你别小瞧他，各位谁要是喜欢玩个什么花鸟啊动物之类的，人家家倒上好几辈就在北京是头钩，包括他爷要死的鸟到他手里两下就弄死就鼓动活了啊，这个人家是专家啊，但是现在在这儿正经说相声，给大伙唱两句吧，少爷来啊，给您简单的唱那么两句，马派的淮河营。好啊，此时间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怎满大在长安，是你哭啊大话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耍金花，昨日啊日要一度死，这鸟要死了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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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介绍一下啊，那个于鹤珍啊，这都是鹤子早期的学员了啊，这个当初一个人跨好几个人，好几个人都得用他来捧哏，不容易，说句良心话，年轻人都愿意站在外边，说两句到于老师那岁数就站里边等个死就完了，人家孩子很认头啊。于鹤珍为什么叫于鹤珍呢？因为他清真教啊，就摘这么一个字叫于鹤珍啊，这也是表现我们尊重少数民族啊，好好的努力啊，这个捧哏方面这是个好苗子啊，好嘞，记住了吧，于鹤珍别了吧，谢谢各位老少爷们啊，您各位是真捧，刚才说了我们哥俩还很年轻了，何况孩子们，各位没有别的，托付一下像当初疼我们哥俩一样的疼我们的孩子，我这托付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唱个大实话吧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说天亲，天也算亲，天这哪来的？我收了你们。天有日月和星辰呐，古人不见今时月，明月曾经照过古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，强军战马金火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？说同行亲，有你们我们也好不了了。有时候不那么亲哦，勾心斗角好寒心呐、啊，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骨肉相残为何因？要说亲，观众们亲，对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、啊。从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，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，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，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，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演出到此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光临，我们明天再见。
谢谢谢谢。